英语喽。洗澡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拜拜，啵。弹涂鱼，干嘛啦？吓死我！弹涂鱼，不是弹涂鲨。捡个足迹，往哪走啊？不知道哎、欸。这边是冰牙龙的吧？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这边继续走。要有冰咒龙的足迹，我的主线剧情要的。走这吧。往下吗？这里有光虫吗？光虫满了。咻咻，荡秋千。咻，哎、欸，没勾到。咻！啊！突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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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全部都给他顶一下！哎、欸，红了！变、小怪吧！有了，最、前面有矿，挖个矿。对啊，我觉得键盘滑鼠比较顺啊，为什么玩摇杆比较顺嘞？每个人习惯不一样啊，嗯、这样对啊。就跟我玩键盘摇杆的时候，玩键盘的时候我会变手残啊，但是我玩摇杆的时候是顺的、啊。有人说用左手画画比较厉害啊，我也觉得。不是啊，这边是冰牙龙的啊，你在哪里？这边是冰牙龙的、啊。主机，没看到，上面没有主机了。我好像有指引了。我有啦，只是还是没看到样子啊。他不是原本在这里吗？对啊，我就原本在这边啊。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快有了，快有了。对，再讲我就不剪了。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我出来了，到这出现了，我看到线了。剪个，到底在这个方向？他走下来了。这里好多主机哦，还有一直回头捡。你是谁？我是看错人的，不好意思，抱歉。来了，雷二龙。嗨，你好。先干他，先干他。像这样子，然后拍一下，然后撞一下，撞墙。好，开局。他还没有警戒，对吧、啊？我来啦！我在边捡东西边走过去啦，好嘞。哦，我现在用到属性解放啊，难怪我觉得五级柱好像没什么用。伤害突然变低了吗？对啊。刚才我说话挺好。他竟然是用原本的装吗？对。啊，那就慢慢的留一点吃力。你会越来越吃力啊！对啊，我先躺一下。我原本的装也是撑到你这只之后就要换掉了。对，我也差不多。打到这只冰牙之后就快。后面有个守门员，冰牙龙。有人上马了，来喽！他要去哪？他要去哪？我要踢青蛙喽！我踢，不要！队友。哇，不是我用的，是他，都是他啊！他来了，雷二龙，好、是个符哈，这真的会死哦，你小心哦。这只就是下一只的吗？还是没有？下一只，这只在下一只，这感觉就是小爆、以前的，对啊。他在撞墙吗？没有掉落物啊，他递上去，真掉落物。我是有啦，不过他这个位置不好撞。好了。啊！等一下掉落物了。卖照。那我要捡光胎。光胎也可以吗？任何都可以，掉落物都可以。哦，你只要一枚就可以。可是这样离墙壁这么远，不好，没办法撞吧？可以了。
哎，谁？转错了。哇，玩错了。刚刚不用转啊。哇，红了，红了，红了。好难啊、哦！我要下午让你练不练？按左键就好了。啊！那种麻了。啊啊！我死了。按右键啊！我死了，我死了。右键调方位嘛，然后对啊，那个扛错，不是扛错，嗯。我要打一个掉落物了，好啊。有看到地上很多掉落物。繁星烈火哎、欸！没事，出事啦！没有啦，吓你们！出事啦！有人被扭撞毁啦！哎呦，干嘛？你想干嘛？蛮牛龙。啊？猛牛啦！你叫错，人家撞你。他来了，他、啊、撞人啦！他把他蛮牛，他把壁炉撞倒了。他是采矿机，他这里现在是采矿机了，他等下就采矿给你看了哦。啊！等下采矿，采了一颗大石头。哎呦！采矿机要丢石头了。臭鼬，臭鼬。臭鼬，你会放屁吗？臭鼬。不会。喂，咦、欸、咦、欸。哎呦！你真的要试试看他有多毒哎、欸！哦，不用，你试一下。哎呦，采矿机走开了。对，聚合到底好不好用啊？你就是类似剑切啊，只是有。我今天我刚刚下午我开台前跟杰超他们在打的时候，我是狙到了，蛮爽的啦。是很爽啊。对啊。啊。哎、欸，黄眼了！就这里离墙壁有点远呢、欸。调个位置，这样子吗？撞！是啦。有了。这石头在干嘛？这是刚刚采矿机放的。呵呵。很会吧？他有没有掉落物可以用啊？有啊，像很多哎、欸。哈基，听到没有？这里没有。怎么掉弄一堆了？还不够、啊？在哪里？哪里有这？我现在没了。哦，哎、有可以捡的东西，捡。回来了。那、啊、没的啦，打不出来了啦。对啊，应该掉不出来了，没了。所以它有次数限制、啊，前面几次会掉，后面就不会掉了。哎、欸，我这里又掉落物了。我上车。哎、欸，没勾到。这里还有一些。车跑了，车跑了。杰瑞斯，摩哥，叫车。这边不能，这边不能。可恶，这边不能叫。对啊，更新后按键都改啦，很崩溃。哎、欸，光拍啊，捡啊。改很多。大便吗？那是大便吗？红眼，你看那些有没有？那些都是毒。啊！被甩下来了。哪一些是毒？地上那些羽毛。他甩出来的针都是毒。对，看到这些，通通都是毒。那个不会让你击退。可是我被打飞嘞、欸。你有那么脆弱吗？你刚刚说不会被击退，那一瞬间，啪，我就被打飞了。哎呦！不要踩我！欸、这真的是大便呢、欸，我要捡。啊！我被空中打，我害你！啊！我屁股！啊！这个会啦，它有一个会连射两发的，不会。哦、啊，直接被扫死了。你断我药水！啊！可以抓！那我就不过去了。带我走。
蓝色小精灵，干！你送错哪里？把他拆掉。你们不想要走直线？哦，我在等你们抓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快抓到，快抓到，有点喘，有点喘。好，我先进雷啦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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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要碰面，接待员。啊啊啊啊有回音。哎呀！安安。安安，大龙绿，看剧情。体力重击猪，毒猪，哇，2000多的调查点数哎，我做500。哦。我被送回来了。哇，你好可爱哟、喔！摸一下。冰国的白骑士，这是不是也要进去看一下？对，要先进去看。好，那我先进去看。反正等一下他接的任务也要先进去看，我们才能接。嗯。大便，大便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感觉冰牙龙就是驯龙的牙种啊！你恭喜，你恭喜，是啊，是啊，我比驯龙还要帅。驯龙是原始样子。啊！我怎么比他还早出来？你要问世界是怎么安排的？驯龙也是旧龙，他还是以前的龙。对啊，他在哪里呀、啊？他们在很上面那边。就我们刚刚打架那里啦，那附近。嗯，一直靠着右边走，一直靠着右边啊。那我靠着左边就走错了。那你就会经过几个企鹅，就会遇到他了。超多，删掉。为什么你要往回跳上去啊？这里上不去吗？好、哦，他祖父带石头回去啊，就是那颗石头违禁品啊。好、哦，带了一颗违禁品。之后还有一堆自由人物要解咯，慢慢解啊。嗯，你怎么又跟着我？耶，换伙伴了耶！ Yeah! 你都不难过吗？他都跟着啊，他都跟你记了、欸，你就这样子。没有啊，这个不错啊，对吧、啊？你知道啊？算了，你等下在那个野外吃饭。他剧透你。你等下在野外吃饭一下啦。啊，对，你会觉得失去了一点感，一点什么东西？对，你会感觉你好像失去了什么。他说，游戏这样而已。你失去了美好，对。啊。失去了一些美好，对。所以你是体，这个角色就这样毕业了、哦。不知道，我也还没看到后面去。我可以剧透你们。
算了算了算了。好，成就解除，正式开始，好哦。啊，现在才开始哦。你该换装备了，不然你要爆炸了。嗯。那我看看你的行动模式。白色好了。拜拜的。嗯。第三代爱吃鬼的身影。哈哈。哦，这里，哦，哇，嗯哼，哦，感觉他的动作比较像。